甘宁也不过是我剑下之魂罢了。前面红脸长须的是谁？哼，不过是假投降而已。放你一遭，还来送死？一盒酥，一人一口。你叫谁蛮夷？主公稍歇，臣速速就回。微臣有万全之策。微臣有万全之策。微臣有万全之策。领教我燕山飞骑的厉害。有微臣，主公放心。点击按钮，免费完成建造。请收集粮草。城池建设和发展军队还需要大量木材，请修建一处伐木场。请收集木材，我们需要有更多军士守卫城池，请主公建造步兵营。
请主公训练士兵。